大家好，我是小刘老师。哎呀，我们昨天中专考试不是结束了吗？我现在还在学校，还没有回家，一会儿收拾收拾东西就要回家了。还好，昨天我们通知的，今天要签一个承诺书，我这个承诺书还没有签，我现在去签一下承诺书，看是什么承诺书。走，过去看看去。这是签的啥呀？在职教师师德师风承诺书，师德师风承诺书，主要还是不让办补习班，是不是？不叫有偿补课，没有说不让出去，就是可以出去。13份，签好了，签好了。主要就是不要有偿补课，不要办补习班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我还是先回屋收拾收拾东西，收拾完东西就可以回家了。假期生活正式开始了。把我们的电闸全部关下来，锁好。哎，天气又开始下雨了，下雨挡不住我回家的步伐。坐上公交车，我刚才一出校门，我就跟我妈妈打了个电话，跟她说我要回去了。明天还要再来，明天还要来学校一趟。